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袂吃毋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现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。啊，免悲伤，啊，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什么是输，什么是赢，要吃不拼一定输定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现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。啊，免悲伤，啊，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暂时的成功免大声，现在输赢，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。啊，免悲伤，啊，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，咱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遮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如果感觉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这个节目，咱这个节目是每礼拜一、拜三、拜五，下晡是两点开始。由我小弟阿宏诚恳担任主持服务。来，咱今日首先看这则社会新闻吼。那么会系人民吼，那么伊讲施行地票无地本，敢若看到会系人民讲这句话吼，阿宏就会使讲，感觉吼呢，啊，实在是几百岁吼，几百岁。来，《中国时报》台北报道吼，这个台西台南本省学童的这个凶手詹文钦，落网了后狂言呐。啊，杀一个人，杀一个人，未被判死刑，和死刑存废再起争议啊！哦，那么会系人民执行长林钦仪昨表示了，会系是
国际人权的这个潮流啦，哈。那么，干那要对外国，啊，我定下伫个讲，啊，那安尼美国人伊用有枪，啊，你那袂对美国，对不对？啊，人个美国用有枪是合法呢，啊，啊，你台湾就抄。像美国安尼，大家会当有枪，啊，你个对外国，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即马社会是安怎？你讲骗安遐多，啊，啊若到安尼先，你讲地票无地本，啊，我请问你，会是联名者，包括即、這个杨宪宏，哦，受邀。啊！伫个即个即个电台啊，所以像有遮个人啊，假民主啊，假民主啊。啊，若照安尼是，你遮法律就免定啊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啊，若到安尼，你要看交通诶，啊，交通诶嘛是法律愈来愈多啊。啊，若到安尼，毋着免去法咯，是毋是？那么，会是人民执行长林清奇曾表示，会是也是这个国际人权的这个潮流了，啊，像这个人有几个人，啊，咱全国有几个人是赞成的时阵呢？这个无死刑的，啊，拢是这个人在推动的。啊，假民主。那么对凶残的这个恶徒判死，虽然会使啦，那么依照那么动改，哦，那么但是只会当治标无治本，哦，难保类似伊的这个案件袂阁发生啦，啊，啊若甲安尼先。有一挂冤家个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啊，迄你要安怎讲？啊，若安尼生都，这刑罚拢免啊，对不对？有冤家个啊，啊，啊，若要照你安尼讲个，嘛是治标无治本啊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那么总统马英九伫个1998年批准《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，接受。任何被判处死刑的这个案件，拢爱予伊代谢。那么代谢，或者是讲减刑啊，的这个规范。但因为国内依然啊有这个死刑的这个制度，哦，马英九啊日前宣誓减少死刑，除了废除这个绝对死刑以之外，嘛减少相对死刑的这个法律。哦、那么法务部并指示检察官尽量减少求刑处死啦、哦。那么这是确实是经最高法院三审定刑，嘛会啊，这个强尽一切的这个程序，才会执行安尼啦。吼、哦，那这无你都法律改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什么你判30年咯？你判永久的啦，无就安尼啦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所以这种的吼，我定定伫个讲，社会无公平啦，啊，死者家属咧，啊，死者家属咧。阿伯喏，嗯，你想，阿伯伯一个人去用台死，对不对？啊，啊那家呢就无法律啦，啊那家呢我第一讲讲啊法律都拢卖实啦，是不是安尼？那么面对死刑存废的这个争议，法务部啊至今对60
一名定刑的这个死刑犯，弟弟未执行枪决，最高法院嘛对死刑上诉案件，那么以审讯态度，那么召开辩论庭的这个讨论，哦。那么林庆吉伊即个讲，以公民以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啦，哦。那么的这个规定，任何人的这个生命不得无理的这个剥夺啦，哦。那么台湾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，就该为废除死刑的这个方向爱来行落去了，哦。那么依附合世界的这个潮流了，吼，啊，世界这个潮流，敢那要有外国，啊，有外国，吼，哦。那么，这个在目前有关死刑的这个制度前提之下，那么最高法院开庭辩生死，是人权保障的这个。一大，这个一代的这个进步了哈，哦。那么林庆仪坦言呐，哦，伊讲坦白讲啦，哦。那么对斩令杀童案，伊嘛感觉相当的这个痛心哈，哦。但将凶犯来判死，只会当显示一时的这个正义啦，社会舆论不应以此案那么扭曲。哦，扭曲这个废死维护人权的这个前提啦。那么当务之急是探究凶手犯罪的这个动机啦。哦，那么找出预防犯罪的这个方法。哦，判死刑或者是讲啊，干那会当让被害人家属获得啊这个无畏。哦，那么但是无法真正解决犯罪的这个问题啦。啊，若要安尼，我有讲啊，啊，大家拢啊，伫咧违规啊，对唔对？啊，大家啊，像啊，这个有一挂咧食毒的遐啊，对唔对？吼，啊，遐嘛定下咧食毒啊，啊，你要安怎？啊，啊，遐你要安怎？啊，所以废死人民，包括这个杨宗宪，哦。讲到嘴甲破了了，哦，那伊个亲属啦，包括这个林庆吉啊，哦，林庆吉这个啊，啊，哦，甲伊个这个废死人民啊，哦，小叔那讲，那像安尼，大家拢安尼，看伊个佫讲啊，这个废死啊喂，哦，来，咱时间13分哈。伊只是安尼生啦吼，即、這个时事民调，吼、哦，那么有关台南男童遭受到挂号案，凶险呛讲在台湾杀一两个人，那么嘛未被判死刑，那么再度啊，即、這个掀起死刑准会的这争议啦吼。哦那么请问你赞成执行死刑吗？哦，这个就是讲问大家啦。你赞成这个执行死刑吗？当然我赞成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哦，这拢有按赞吼。但是讲到按赞吼，爱注意，有诶吼按赞吼啊强过，强过，所以啊未使啊算讲。人来安怎，啊你就安怎，哦，你家己本身爱思考，这件代志是不是是你的权利，还是你的权利？哦，有的时候你讲按赞，这妨害名誉啊，对不对？你乱，你袂使讲一时的这个，你家己本身，哦，这个嗜好了对，哦，啊你就要按赞就按赞，要按什么就按什么呀？哦，这种的人是比较的较无理智，
吼，较无哩滴。所以阿方常常伫咧讲，就是讲爱针对事情，吼、哦、啊来判断了后，啊再来决定，吼、哦、要安怎？吼、哦，这是阿方一向那么处事的这个态度啦，吼、哦。那么，讲到这个死刑，伊讲这个死刑地票无地本。较早老政的时阵啊，卡袂得着死刑，迄阵啊拢乖乖。社会会使讲啊，到了后，到这个什么人，这个你当平均的生理。但迄什么名？你什么名？迄天皇军人吼、哦，那么杀死人，抢劫，不是杀死人，抢劫。哦，好，迄轰动个，敢那抢劫你个情况嘛？头一个抢银行，就是敢那，这个李什么呀？吼、哦。一做一件，好轰动个，啊了后就开始有人抢啊，吼，无较早拢无人敢，无，所以嘛在讲你个看，吼、哦，啊，有七道两，有两道三，吼、哦，所以有关到血洗这个问题吼、哦，那么阿方的主张啦，吼、哦，认为讲需要。爱个演呐，吼、哦，爱个演呐，吼、哦，啊，有死刑的人吼、哦，规气甲断断掉啦，吼、哦，因为安怎讲呢？你根本在判死刑啊，啊，你搁留在遐，食死米，吼、哦，敢那有诶一挂这个死刑犯的吼、哦，啊，伫咧讲，讲伊踮咧内面吼、哦，都毋知当时，吼、哦，无时间呢，毋知当时三更半暝喂。爬起来，换你啊！啊，你想，哈、啊，这种的还搁较可怕就对了，啊，死无可怕，像这种的吼、哦，安尼是时时刻刻拢当唔在当时，对不对？还要执行啊！像这种的心理心情，你感觉安怎？啊，袂吃袂困的啦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这嘛是算一种的虐待啊！啊，这那这法律，这政府这，甲这会事联名，这咱要提出检讨，啊，这咱要提出检讨，是不是？所以那是安尼先，司法都会使讲崩盘啊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你是安判死刑，是安无执行？啊！那安尼，当时恁当要判死刑，是不是安尼？造成社会这个混乱嘛，对不对？安尼，阿方把你批嘛，批这司法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对不对？啊，既然你讲安尼，无你就干脆，你就全部，甲判无期的嘛，对不对啦？互免死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你都唔敢。所以大家拢无价值嘛，是不是安尼？都干那要靠你家己的利益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司法吼，用啊个别真济啦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社会哪会安尼想？国家哪会安尼想？乱七八糟啦，拢乌外国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马英九的孙安尼啊，支持不定啦。哦，无价值啦！啊，像有这种的总统的孙安尼啊，实在是永远是无代啦，换人做看卖啦！啊，啊，社会变到安尼，愈做愈歹啊！那阿方阵较早，到即阵啊，几十年来我所看的，这社会愈来愈歹，都无好个啦！都我在讲好有无有啦，吃喝玩乐嫖赌瘾啦，
好，即卖诶时阵，会使足时行啊，足夯诶，就对啦。啊，若困欠啦吼，啊礼仪啦吼，社会这个安定啦，会使讲凭较早时啊是啊天差地别啦。所以阿黄定阿爹讲讲，我要恢复过去，踮着大家困欠困苦做，安尼来生活啦。即卖毋是啊。享受啦，物啊吧呢，啊，造成社会安尼乱七八糟，哦，好啦，休困啦，听歌。来，阿宏的心声。阵小雨阵阵落，啊，甲身躯湿透透，看故乡的一片山坡，也是要落雨。这款的凄惨日子，叫伊怎样度？想起故乡，无论怎样艰苦也甘愿。故乡的爸爸，故乡的妈妈，不知有惊无？阵冷风阵阵寒，予伊感觉心也寒。伊故乡在对面山坡，目睭紧紧看。黄昏时日头渐渐坠落山峦边。等待月娘出来的时候，要来问伊，故乡的爸爸，故乡的妈妈，不知有惊无？阵小雨阵阵落，啊，甲身躯湿透透，看故乡的一片山坡，也是要落雨。一款的凄惨日子，叫伊怎样度？想起故乡，无论怎样艰苦也甘愿。故乡的爸爸，故乡的妈妈，不知有惊无？
在孤人外
世间恩爱真多假，爱来爱去变幻变，自相见太苦头地，含恨将心过完切，冷酷的人生，心肝比天涯隔离。好啦，咱继续搁倒来现场吼。那么你即马所收看这个是阿宏无所不谈。咱这这个是每礼拜拜三、拜五，吼、哦，拜拜三、拜五。那么一部是两点。那么，都叫咱讲会系两点。啊，这个四零幺，那么来，来看这个四零，这个什么？那么。
有那个是无极可行。啊，因为未来有人将金丝小叶子味啊当作饮食，啊来吃啊，啊这嘛啊很赞成，啊很赞成。啊，第二个呢，金丝的话以前呢喜欢那吃吃，啊，这个失败了，啊，啊再大的人能记住我讲的多。你讲吗？
看过。有人要生了三杯四杯啊，有人什么吃大麻啊，对不对？那你我要不大麻吃大麻，那么说我不大麻，是不是啊？大麻那么那么大麻呢？那个大麻怎么那个大麻那么大麻呢？是不是啊？那么啥都搞不了。
Thank you.